资深艺人林秀君与导演丁仰国的爱女丁巧薇曾因参演电影《小时代》受到关注。2022年嫁给新锐导演王鼎林后，育有儿子 Nolan， 今年夫妻俩又在元旦惊喜宣布怀上二宝的喜讯，获得外界满满祝福。如今丁巧薇已怀胎八个月，但上周末仍盛装打扮到高雄朝圣南韩天团 BLACKPINK 的演唱会。自照片中可见丁巧薇绑着两个辫子，身穿 BLACKPINK 周边上衣，搭配百褶短裙，露出纤细四肢，手上还拿着姻缘灯，看起来非常开心，且整身造型几乎看不出是怀胎八个月的孕妇。而她在贴文中写下怀孕八个月还是可以 BLACKPINK， 也引来网友热情回复，纷纷赞叹妈妈太厉害了，好热血。